们去 ，Let's。大家刚参加年会，分享一个年会有趣的瞬间。今天环球主持，我觉得挺有趣。不是，最有趣的瞬间应该是哦，范晨他中奖了，我中了2000块钱。那为什么你们大家都没有工作？对，因为只有扫码，因为只有员工能扫码，所以我就顺手扫了一下，然后就中了，很快了，但还没有结钱。还有结钱，那其他人呢？或者是没有中奖的？范晨中奖，对，我们就很开心。那中奖的奖金分享给队群。还没给，我没要，公司还没给我结这个章，他得估计得先结，对，先结。那最后来通知你们，在接下来有没有动向，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回到各自的剧组以及综艺，还有各自忙各自的音乐。